各位同学，我即马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行嘞，大家请坐。咱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早。咱有人台语听无的无？拢听有啦吼，那无我来插迄个北京语来，因为这是咱的母语吼。咧母语的时阵吼，当初中华民国也是国民党来时呢，要消灭咱的母语啊。伫阮细汉读册时阵吼，那讲咱台湾啊，罚五块啦，吼、哦，我想在座唔少有发着无吼。我连个合理化五块，我那是要讲啊，对不对？即咱的母语偌水的，你知影无？我讲几啊迄落是喏，咱台语吼，世界上语言作水的。你像咱来咧讲迄落，迄落形容词、形容词吼，拢有复合形容词啦吼。你别讲人讲一个白吼，好啊，白色色啦。啊，你讲迄落啥呢？迄个乌呢，就是乌绿绿啦，啊无乌心心啦吼，即种复合形容词啦。啊那青呢，吼、哦，还迄个青变变啦，吼、哦，青了青变变吼。啊那红呢，红啪啪，哦，啊那白那个白色色啦，即种就是吼、哦，全世界足最好的语言，迄个呢复合形容词。我咱讲起来作水的，你知咪？乌了乌绿绿，吼、哦，目睭乌绿绿吼，对不对？啊，普通吼，因为咧形容词拢较无安尼啦。啊，我讲咱台内吼，你别讲咱拢，迄门来开讲开啦，啊，若开一帮叫开开啦。啊，即嘛三字开字吼，就是登堂入室，咧开到迄个咱的啥？咱的厅头就对，啊叫开开啦。我表现猛哦，开开开吼，啊，直接入去讲迄个咱的听头啦。啊，这个北京语吼，你着作歹咧讲的咧，你不能开啊开开啊开开开啊，你不能够下着别人讲啊。但咱做皮苗，你也想讲嘿啊开咧，啊开咧，安尼俩门开一声啊尔，啊佫开开，啊开开就是啊开一点啊，佫较开一点啊。啊那个加一个开咧，开开开，哦，你别直接入去讲迄个咱的听头啊。所以咱的母语吼真水，迄是咱每一个发讲的。啊，所以从细汉咯，一直讲，若讲台语罚五块，啊，我若讲，罚这里罚的，我唔要讲照讲吼，就是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咱若有咱的母语听无的吼，啊，把简单个差迄落北京语来。有语言是安那呢？是人与人之间吼。迄、那个感情的沟通啦，沟通咱的感情啊，所以咱卖直接讲吼，啊你是安那，即摆变咧台面上，你拢转咧讲北京语啊，好是不是？啊，因为咱长时间内底接受这个国民党教育，所以难免啊，难免啥呢？难免讲有哪插北京语咧讲啊台语啦，啊话哪插啥呢？有插一挂迄落日本话啊，啊有啦插一挂迄落英语啊。迄叫外来语，外来语，或迄外来语就对啦。迄有当咱咧讲的时候，讲奇怪，咱咧讲卡车，讲拖拉机啦。啊，这拖拉机也是咧日本留落来呢。啊，其实咧英文内底又搁翻过来。啊，虽然咱即摆卡车，伊拢讲大卡车、跨车、开卡车吼。咱即摆卡车有哪讲来无？啊，讲拖拉机的时喏，那是关系关系咧。啊，即摆讲钢琴啦，咱讲平安路啦，啊平安路啦，讲得袂歹听，你讲啦对不对？所以有当语言的时候，迄外来语吼，咱免作刺激。讲啊，你现在讲迄个北京语，讲什么语啦？吼，我想讲希望咱个台民政府所有咱的成员吼，吼，尽量免卖刺激。啊，以后有可能呐，爱讲自己，啊，可能爱去英语，吼，因为在美国入来了的时候，可能吼，就是爱讲英语。啊，别讲别啦，啊，讲咱就无语了啊。咱就无伊上标准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若果无，那么叫翻译个了啊。啊，可以啊，而且讲伊要自己，那真通用啊。
伫我的时代，迄阵啊多也读无到啦。啊，那我加两三岁、三岁遐，可能就读有到啦。啊，所以细汉有听时段，有咧讲一寡迄字吼，拢慢两三句话尔，你见啦。啊，其实咱拢袂读到，拢袂读到吼。所以我想今仔日来，咱来迄个讲迄个。哦，我的名叫蔡在元哦，1940昭和十五年哈。为啥特别爱个交接的昭和呢？因为这是咱啊清咱台湾人身份证的时阵，就必须爱去库房所清下呢，清咱日本时代的迄个天本啊。各位咱在座有要人无清咱台湾民众身份证的无？要不清个亚洲看卖？哦，要不哈，马紧。嘿，对恁国舅吼，等于国舅了，恁来请，也是身份证一定爱请。啊，若讲我这个年代，我请家己的了啊。啊，那个国内呢，一九这四孔对不对？啊，那四五1945，结合因中华民国是34年，9月7日以前的拢请家己了。啊，那19459月7日了后的呢？啊，去请咱的四大人。啊，老公去啊，少年的吼，请许人也无够，啊，去请阿公阿妈。啊，为什么遐那啰嗦呢？就无多啊。有美国是认定讲，你台湾人、中国人，我分袂清楚啊。后面看个拢相像啊。啊，你讲你台湾人，你也讲台湾的台湾人吗？啊，不一定啊。啊，那你也要讲英语，你就英美国人吗？唔是。所以也是本下咧，台湾人、中国人分得清楚。啊，为啥？为了证件嘛。你无了证件，你讲我台湾人，人无咧认同嘛，是不是呢？所以那阿无身份证的人哦，啊，希望去等于了国手一定爱签哦。签身份证好处，今仔唔是我需要讲的，但是最起码我各位来了解，咱三四百年来第一届咱有台湾人会当签着咱家己身份证的。哦，啊，这是一个机会哈。一、哦那个我大概呢，啊，这小可捌一个了，因为我这个名中呢，有含较早阿弟即大家，啊，即马走出去外口吼，个去一点底下咧炒菜吼，中含我无啥相像吼，伊个东西结义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我是蔡兆元蔡结元，有咱员工，我是兄弟啊吼，啊，其实唔是啦吼。哦啊，大龙作为来民政府即来遮，大龙熟悉，啊，有咧讲课。但刚才为虾米因开吼，脚步打了伤紧？因为咱为虾米讲台湾民政府吼，会感觉讲啊，你这边啊，协调的老啊，为虾米啰嗦吼？啊，因就闲咧啦。所以伫美国4月份伫美国，吼、哦，要记者回信咧，因就大主大甲即个民协调的。哦，是比台湾政府哈、哦，啊，这不是咱的法律内底哈，哦，这以后是安尼，但是目前也不是，因为呢，美国军政府也袂入来，啊，咱是伫美国军政府下骹一个台湾民政府，不是下骹一个台湾政府，啊，所以呢，因咧食紧弄破碗，你台湾政府你也必须咱当有主管，啊，变当主管咧变当咱独立了，其实。咱目前也无咧主管，啊，较早伫迄个国民党长时间教育内底，互咱拢袂清楚讲，嗯，啊，台湾人是咱台湾人个啊，而包括阮坐落出来了后，继续伫街路咧抗争个时阵咯，那是安尼话，啊，台湾是咱台湾人个啊，啊，这是话爽个，话几十档咧，拢无效就对啦，拢无效，而且咱来慢慢来先吼。我来进入咱的本题哈，哦，来，啊，我即马来开始哈，嗯，啊，袂叮当啊，这会当叮当吗？哦，有人吼，我阿开变安尼来，我迄个 PowerPoint 吼，你甲用来看嘛，哦，即马来哈，各位看，我出来了参加民进党。做过公是拢无执行长，啊，我现主是哪民进党员？但为什么今日你民进党员的时候，较来参加这样、
因为小弟我解释，民进党伊背叛咱台湾人，已经含国民党的时阵哦，做伙咧撑咱台湾人，这是足严重的代志。所以不管迄个蔡英文的时阵，你算袂掉啊，爱就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伫罗岗公园讲的啊。啊，你为什么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？啊，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所以因咧当中内底吼，本来是阮参加民进党的时阵。伊内底一个国语文的台湾主民主权，嗯啊，这咱听了会下嘛？吼、哦，台湾主民主权。台东1999年的时候，因安怎改是偌济人改，什么人安怎改，咱唔知。台主后时哦，叫你看江泽东，阮即摆知影讲哦，改呢哦，伊改做啥咧？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哎呦，安、啊、尼听着个那是爽的哦。但是呢，会较久。伊讲啥呢？咱的国号叫中华民国。我、哦、这听了倒单嘛吼。啊，所以咱了解了的时哦，就感觉咱民进党对咱台湾，尤其本土的，这当然啊，咱无能寄希望。小弟我慢慢加减啊讲着吼，加减啊讲着。了，因为我阁参加。咱高雄三望宫吼，这虽然是宗教团体吼，但是因为参加宗教团体了后呢，我咱一向伫这政治内底咧拍拼的时阵吼，会小可改变你的思考。这政治内底拢伫啥呢？伫镁光灯，伫个掌声，吼，这个生活内底，而且伊所想的拢是官。你名，但你有插宗教了的心呢？你也感觉这吼、哦，爱加一点啊，以万民长生为念，所以你思维也较改变了。所以我常话，这个宗教了的时阵，老实讲，咱对一寡政治人物的心哦，有一寡迄个作风，咱就感觉感冒感冒哈。好、哦，那前面哈。我今日题目是讲，咱台湾的前途何去何从？这个问题真大啦。但是呢，咱必须我用较简单呢，互咱了解一个咱台湾的近代史哈。普通咱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，咱读遐历史，作者拢无路用的啦。咱台历史无爱互你读啦，台湾地理无爱互你读啦。拢甲你讲讲啥咧？我在座拢少想啊。你若读迄个中国历史吼，甲真你会感觉讲吼，在座硬气诶。你为安内为一段咩？黄帝、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三国、魏晋南北朝、唐宋元明清、中华民国，啊个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所以你读这历史都无效，都无效的咩？你前个读遐贵个时咯，对咱台湾都无帮助啊。按较早咧读个时咯，拢啥呢？哦，喜马拉雅山啊。迄、那个外关啦、啊，迄、啊那个长江黄河啦、啊，咱拢捌读到讲咱的阿里山啦、啊，咱的新歌山啦、啊，咱的是讲吼，啊是讲迄个宜兰太平山啦、啊，拢无咧读这啊。啊，而且伊讲个一寡河，咱读遐河，咱淡水河啦、流水溪啦，无按高雄爱河啦，吼拢捌读得这啦。所以，毕竟讲咱家己本身生活伫台湾呢，咱家己对家己的历史地理拢无足清楚。啊，做大拢个中国遐，吼、哦！所以我谈到讲中国遐历史的时喏，恁听了足硬气无？我他妈念足紧啦吼！啊，你听讲结果啊，读了就无效。来，咱进入这个头啊时喏，甲上界接近的啦，咱就开始西班牙、甲荷兰。嗰日台湾佫较早的时喏，也唔知道因为的是那葡萄牙的舰队，叫太平洋看到讲，哦，啊，这个所在。当然，马加号一个遐水的，一个迄个岛啊，迄个福尔摩沙美的之岛啊，等于欧洲了的时阵吼，我阿就操蛋讲，吼，因个舰队吼，迄个舰队来迄个欧洲这来遮有看到一个所在，吼，有够水的。啊，住了欧洲遐的时吼，西班牙真舰队也真强的。西班牙听到一个先总来啊，总来为对一单呢，就是为迄个咱的淡水遐遐登陆。所以即马要阿门城，对无？我讲有阿门港、阿门城，即阿门吼。西班牙因来是1626甲1642啦，拢总十六当年。为虾米？了
换欧洲遐，迄个较早就是海军啊真强的荷兰，吼按个舰队而来，来走一队呐，为咱台南龙里门要登陆，吼龙里门遐啦，吼啊登陆时一段时间，因就归期吼爱把啥呢西班牙赶出去，所以到这个时阵了不？1662的时呢，荷兰，吼，这是典型讲，人家拢总伫这个所在岸边高坡呀，大家哪伊也拢有看到嘛。有这时间就把啥呢？把西班牙已经赶出去啊。那过去荷兰伫这来只拢为西班牙荷兰总啊，加拢总加拢38吨啊。但系38吨内底吼，要是讲留落来荷兰台湾的钱呐。各位台想看卖吼，有足侪物件，介个话呢，拢是荷兰、西班牙迄阵啊留落来。因为在呢较早时喏，目睭落落啊，即个迄落头毛金金金毛呀，吼，啊只阿毛呀。所以咱即马较早时吼，咱用迄个黄啊血啊，迄落时炸咧黄啊黄啊咧用个血，其实咱讲伊黄啊，伊讲咱黄啊。啊！即卖走了，咱讲伊遐烦啊！啊，所以咱用迄火，用烦啊火吼，好不？较早无，火车来迄烦啊火吼。啊，佮有那因炸来迄油，啊，做伙用个烦啊油啊，啊，拢烦啊咧用个油。即烦啊油较早，即卖少年啊，可能唔知影啥物叫烦啊油啊。较老一辈可能知影烦啊油了。啊，佮啥呢？烦啊姜。我即烦啊用来迄个姜佫袂歹吼，含咱即卖迄个姜呢，吼，真姜一姜无迄无同吼。哎，这黄辣椒啦，啊个那呢，较难进吼，啊个老一辈继续咧用的啦，人讲阿姆陀啦，迄阿姆啊用的陀，哎有够好诶。即个北京伊就讲叫做水泥啦，有无吼？伊水泥，啊，其实咱进即马来讲，啊个习惯上讲阿姆陀，吼，即阿姆啊咧用的陀。啊，所以即个了的时阵嘛，因虽然走了，啊，啊个老一寡只物件加语言，咱继续咧用。即马来就是郑成功的时代了吼，因为郑成功的时阵，当然是明朝，明朝是伊甲到清朝，迄个是明甲清，即个是明末的时阵呢，因家佮走落来，啊，当然郑成功因老爸是也是海贼啦之一啦，啊，海贼拢有船啊，啊，所以因这个船队吼，哈，就为这个罗里门家登陆郑成功，就别把荷兰因赶出去啊。就新的时代的开始，哦，就是郑成功的时代。那郑成功的时呢，有无？到尾也是伫1683的时吼，就清朝派西龙为配合进攻，啊，你啊导航整个台湾就去啊，就被清朝版图。啊，这个西龙，吼，就是引进引那引清入关的这个西龙，吼。啊，所以台湾的西龙唔知对一个人吼，现代就对了吼，但是也唔知啊，大家可能目睭睇较紧的吼，对一个西龙吼。了1684，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的版图，吼，这尼个大家知影的，最初西班牙啊来荷兰来郑成功，郑成功了的清朝，啊慢慢就是接入啊中华民国。甲中国，因即马迄边中共吼，一时代吼，啊，所以咱知影把咱即台湾较重要诶近代史加几啊年个，小知影了后，哦，原来咱今仔日大即个台湾有经过西班牙，有经过荷兰，啊，佮经过郑成功，吼，哦，啊，即马来了进入清朝，清朝因即个政策咧，就是袂使娶带眷，就是袂使娶某囝来即个所在。而且一个视频一个呐海禁，所以海禁就是讲沿海规定以来袂使带人，因惊人偷渡啊，因惊人偷渡，所以有一个政策叫做海禁吼。即马进入1894，即真重要，即尼个清朝发生这样代志，啊，就是日本伊个拍，日本拍先吼，迄是1894年，所以1895呢。哦，伊就签一个《马关条约》，就把朋友台湾挂乎日本的大皇帝，哦，甲我战争，啊，所以1895吼，即大家小可知影就知影吼，永远哦是永远挂乎日本天皇
唔是挂予日本政府，吼、哦，所以在即、這个即、這个观念要搞清楚。较早读册吼，拢啊挂日本啊，啊，其实日本以前啊是日本天皇，大日本帝国是挂予皇帝吼，唔、哦、是挂予迄个政府吼、哦。但迄阵啊，伫台北有一个通经商，吼、哦，伊突然哎啊清朝先啊，迄、那个把台湾挂予伊都无爱。阿伯咧，就安尼招兵买马，伫台北吼，要建立一个叫台湾民主国。台湾民主国咧，歹势三日两就走路啊，三日就走路啊。啊，走一个走对呢，一个走等于走等于中国了。所以这不是讲要为着台湾耍，伊个咧中国诶，因为系统吼，所以因咧机啊啥咧用拉低五虎机啊。啊，为虾米呢？伊就龙什么龙兄虎弟呀、啊？算中国是龙啦、啊，啊台湾则是虎啦、啊。所以龙兄虎弟啊，所以伊机啊用个小弹，较会当互恁看到哦，下骹边啊，即慢慢进入日本的时阵，伊要统治台湾，那真艰苦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伊那清朝，伊统辖的是西部沿海，但是这个中央山脉，甲伊当的时阵，这边这来只，包括原住民这来只，伊拢也无管着啊。啊，结果伊就建书了呢，啊，把厝面隔壁吼，啊，煞拢挂挂好人啦，啊，挂挂当然要原住民要批判啦，啊，这毋是你的土地，这毋是你的啊神啊，嗯，啊，你把书叫煞另外我隔壁含你无关系，煞拢挂挂好人伊，要避嫌呢。啊，当初是清朝把咱台湾偏好挂好日本的心，伊那清台湾是一个等于土著地啦。伊毋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，所以当初要挂回时，那无征求咱的祖先的同意，你知影无？因为迄阵啊，对外宣布台湾是即个啥呢？男无鸡，女无情，鸟不语，花不香的化外之地就对啦，化外之民。所以挂挂互人拄啊好念念啦，你知影吼？但无想讲今仔日。哦，咱台勤俭拍拼，必富要富足呢。所以中国讲迄个因的啊，就对啦。啊，当初要挂好人诶，若要登记咱的祖先的是会同意啊。但当初咱男无义，女无情，吼、哦，敢讲遐歹听啊。啊，所以挂挂互日本。所以日本呢是毋知啊，荷兰帮的心哦，伊要占领过来个，哦啊，对着这个有抗争抗议啦。啊，所以日本啊牺牲足侪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讲好，啊，无我就开始用征服的。恁家不服，啊，我就用征服。所以，当发生吼、哦，有一挂较有名的，就无虾事件、大巴尼事件、牡丹事件，有无？这日本人甲咱关注，比如思想的性质。啊，所以日本甲征服了是按照国际法，按照国际法征服的。所以，甲伫当时呢。在那个1937年的时候，甲红棉花，所以这个中间看偌艰苦就好了。啊，即嘛耍了了，就太平洋战争，日本发动战争的时阵呢，这个中间，咱台湾、太平洋，那一个不是属于日本本土内底，是甲当时呢，1945年，1945年的4月7日，吼、哦，一直报无。四月七，这个重要年号大家记掉了哈。现在秘书长来咧讲，这四月七哦，其实咱的是日本了，就是咱的迄落。因四月七哦，因咧中国啊，讲些愚人节啦，因咧中国啊，啊，怎么那个改得过来？改得过来，这是正刚咱吼，咱的是迄落日本天皇日啦。啊，那愚人节呢？因咧10月25日吼，因所有共和国迄日改做愚人节啦，诶，中国啊吼，所以那是大日本帝国。领土并不神圣不可分割的啦。啊，为什么？安尼了，咱会当去征兵，会当去征兵，啊个参战，就是参军兼参战。所以咱，我咧派去东京的时阵哦，伊也参加因个国会会议。另外呢，伊来咱会让咱征兵啊。所以第一个南洋吼，咱的作战，日主大战了时，日本把咱。为台湾征调遐死的死亡者，遐英灵呢，拢伫日本的靖国神社内底，总共有39100位。
的安插第一地所在，全国形象吼。咱岛民政府，那每年拢会半时间去甲咱的遐先灵遐遐个祭拜，这包是哪呢？因为伊为了代表台湾，吼啊去出征的，在死亡的拢爱记的，因为这是拢咱台湾的同胞吼，咱同胞。有无？所以拥有也征兵加参与官。在1945年的时阵咯，无代无志，麦克萨用一半一号令啊，就近叫蒋介石来安那来接受咱台湾。接受当然是接受迄个仪式啊，唔是讲要台湾好伊啊。啊，为什么讲这台湾必成咱的命运遐遐个？吼、哦！麦克萨是伊本来战略上吼，伫军事叫在那呢，要主导攻击啦。主导攻击就讲，我这块岛攻赢，大概攻后底岛，这块一块叫做主导攻击。但麦克萨先吼，伊把迄个战略上吼，甲改变。伊讲我若主导攻击，干那迄个硫磺岛吼，啊死伤遐济啊，时间佫拖啊，人佫死伤遐济吼，所以袂，伊改变啥呢？越岛攻击。越岛了，我这个岛买，我了跳过一个岛，跳过岛了时哦，第时间甲各方面拢会节省。佮另外以前来讲，要攻日本的时哦，就最后先来攻到伊门口埕，啊，等下来攻大日本内底。所以劈一个一节嘞，就到屋根那话去，就即卖琉球就对啦。咱讲迄个、咱在讲屋根那话，按讲琉球啊是重生的对啦吼，直接劈回下去。所以美军底下占屋吉纳瓦时吼，20年后，在1972年的时阵吼，伊安那用政治解决，从过日本。但咱台湾呢真歹混啊，阿为蒋介石来一只西地定点吼，都无到走，拢走回这来，伊由中国赶出来啊。伊中国赶出来先是1949年，所以中华民国第一次死是1949。伊伫南京遐，你若国外吼，伊中国佚佗时去南京遐看吼，伊也有做一个中华民国墓牌伫啊，吼，就是1912到1949年吼，中华民国一个墓牌伫啊，恁若看。中华民国第二届死亡是当时伫联合国，我奇怪，阿咧死一遍尔，那还佫死第二遍吼，因为这是那时讲是中华民国下迄个运呐。因为那如果无汉奸啦吼，中华民国可能无啊。啊有汉奸，所以是中国就是因的共产党违反的诺言，因无代无志，用了控密远条，迄只条叫条线呐，卡在条线吼，因了百万大军吼去支援，即个拍个南韩呢，迄个南迄个条线吼，哇马克思是讲，好卡呢，啊这。无去要反攻，那塞进，所以这个马卡塞进哦，动用包括两个基地，一个咱台湾做基地，搁一个是日本遐做基地，吼、哦，啊然后呢，迄、那个越南嘛，迄边搁直接甲拍过北韩啦。你拍过北韩的时，老希望当好这个蒋介石有一个喘气的机会啦。迄阵啊，马卡塞甚至建议讲咩呢？要定原子弹，你猜无？要甲中国定原子弹，但定了到底吼，哇！阿那个另外一个世界大战啊，所以阵来总统的时吼，那杜鲁门讲袂使，哦，因为阵来苏联一直咧停迄边啊，停中国，甲停迄个北条线啊，迄阵叫北条线吼，讲袂使，袂使，并且是安那呢，所以用传统式的，也是甲反攻，到尾用38度线，有无？吼、哦，攻过了，啊，加一个板门店遐台国税会议画一条线，就38度线遐吼、哦。所以因为安尼，迄、那个马加萨时阵吼，和杜鲁门甲结集，结集的时吼，迄、那个杜鲁门有一个国会作证吼，伊讲老兵不死啦，老兵不死，伫国会作证的，即真有名吼，即真有名。所以马加萨是把。即中华民国就是蒋介石伊阵来伊个台湾的时阵啊，因为要围堵共产国家，围堵共产国家的时阵吼，迄边的冷战时期啊，叫冷战时期吼，所以美国个支持你
中华民国伫联合国内底。迄阵苏联，因遐共产集团吼，逐党就对啦，拢提案要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去联合国内底，判是拢复决掉伊。复决毋免美国用复决权呢，因为各位知影联合国内底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内底吼，中美英法苏，这五个有复决权。老一寡啥物，其中一个复决也着无效伊。啊，所以即卖中华民国内底复决权，哎，奇怪，到尾讨论伊个是连复决权也袂用尽呢。卖讲你大会内底啊，所以到尾用踢出来嘛。所以这段历史的时候，啊，咱各位同心唔爱稍微了解，因讲个退出的那个，其实是用拘捕，用踢出来，用赶出来。因为伫1970年的时阵，阿非33个国家啦，阿非33个国家哦，迄个美国呛声讲吼，讲即马你若地图拍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遐那大土地。啊，佮有遐那侪人口，为什么无伫联合国内底？较好一个所谓中华民国，简称叫做 ROC 的，啊，伫台湾这个小小所在，啊，因代表整个中国，哎，无合理呢。所以，比如讲，啊，恁若无改变政策哦，我按阿非33个国家吼，要去参加苏联这个集团呐。哇，美国看看哟，这国际局势变化。所以，美国改变政策的时候，能派国务卿。但蒋介石讲，因为时局的变化，所以你无能代表整个中国大陆啊。啊，所以希望讲，因会当降在普通的华安国，然后呢，啊，你会协助呢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所以，那你现在答应了，变成两个中国的第三呢，就伫联合国内底。但是呢，蒋介石为了个人的迄、那个。讲他呢，汉贼不两立啦，各位大家记住无？汉贼不两立啦，结果人中国迄个汉字的字面哦，啊，这个蒋介石这蒋贼啊，都走咧弄啦，啊，用赶出来吼。但是讲迄个时阵呢，美国国务院问中国那边的周恩来，周恩来伊阵啊，含毛泽东因来人同意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赶紧要入去国际社会呢。伊就无咧管理台湾这個小小的马建啦，反正哦，我用排斥的国际上20几档啊，我就管伊咩几百路啊。所以迄阵来同意，但是呢，蒋介石无同意，所以变得咱台湾呢，长久来迄种挂出来了是变作政治上是世界孤儿啦，而且咱当然不行。所以中华民国伊第二届死亡是1979年，我唔是伫1971年。10月25日，第二届死亡，新两届，啊，新两届去了，在美国，那是为着伊战略上的利益啊，那继续，佮支持中华民国，但是咧，歹势，就无用中华民国迄个名，就变作啥呢？变作管理动作，所以伫咱大陆唔知啊，那咧选举的时吼，拢要选中华民国第几届总统，第几届总统。啊！伊咱这来无读的旧金山合约啊，啊！唔知一直讲个选总统，大家选个欢喜个。啊！其实国际都无爱承认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都从踢出联合国啊嘛，都死第二届伊啊。啊！所以这个国名都无伊啊，但是伫内底这新主牌啊继续在用。啊！个啥呢？咱支持的一政党，民进党和纳入的选举系统内底吼，佮用个笑哈哈呀。伊都无想讲，即个旧山河内底美军是吉达家的占领国，所以中华民国是加起的管理当局呀。所以如果控诉美国国务卿的 Paul， 迄个 Paul， 伊来讲中华民国毋是正常国家，台湾也毋是主权独立国家，佮讲遐清楚啊。老实讲，因讲是遐清楚，但是咱咧听就无遐清楚啊。包括咱的农民，要装作李登辉这阿扁啊，可能伊唔敢讲，但是呢，因也是迄个定呢，压着也是安怎？台湾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但是因咧做中华民国总统时啦，做个笑噶，欢喜噶，所以今仔日
跟阿扁啊，伊中华民国的国民，啊，伊做过中华民国总统，伊毋是咱台湾人。多一个有几率，伊请咱台湾人身份证。哦，这是简单一段这个历史的事呢，大家爱清楚。所以中华民国两边了第三边，这大家来是西里台湾。美国明年也入来了，中华民国军事的其实应该知影，这个机啊是咧发送的呢。国际都无人关心吗？唔是你啊看，伊出去国外都袂用接，包括中国遐一个董事长过来尔尔，迄机啊就唱唱起来啊。迄那中山等的时哦，遐机啊上面拢白白落来啊。哎，你就知影嘛？对来是咧骗咱台湾人只来只尔。包括因一寡中国的遐第二代、第三代，那拢伫这个生活中的时哦，拢互因麻醉啊。所以其实中华民国无存在，但最后一道力就是安那呢？咱的各美国的那秘书长，因伫日军抗日的时阵吼，去各美国，咱只有借美国的力，咱才有法度把中华民国赶出去。安那无哦？你要靠遐？遐什么即摆在啊动？遐台要迄落无可能啦。所以，必须你在有咧讲吼，各位大家参加者吼，拢免费力啦。阿免去街路控警，阿免惊讲含遐警察啦吼，底下咧走甲吼，佮用水龙头咧抓。我较早拢安尼，遐用迄个水龙头抓吼，我着安尼背靠背吼，后抓脚只偏咧。遐无头前个抓咧，到咱来受伤啊，啊跪拜啊，我来控警啊。啊！即嘛牙骨啊起来吼，啊！我着走啊，我着走，伊个牙骨啊，我着走啊，咧走狱个咧吼。所以，阮是遐艰苦，内底对国民党即个抗争啊。所以当初我十五党出来了后，是我来继续个，我来继续咧抗争吼。因为这段来讲个讲真久啦，啊，所以吼，咱着跳过难过吼，跳过难过来。咱即摆是迄个日本1945。我阵啊，我是四孔，我本人四孔出世的，所以四我导航的时候，迄阵我6岁啊，6岁，我是个囡啊，但迄阵啊，拢会听许多人讲哦，啊，佮看有，啊，怎看有呢？因为我这里三民国校，吼，我咧看伫三民国校边啊，尔，那住伫高雄拢知影吼，迄个日本兵要迁上倒转的时候，拢伫三民国校。一时的心哦，拢伫迄个走廊，拢咧等。迄个仪容，迄个军容，所以呢，互你感觉，我即摆想讲，嘿，战败军队，哪有呢？拢擦个金闪闪，裤件啊、皮鞋，包括迄个勋章，拢擦个金闪闪。包括迄个队长，阮迄个抽迄个武士刀，因阮做囡仔尔，迄个抽武士刀，迄武士刀金闪闪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想奇怪啊？迄阵啊，也毋知讲。日本这是战败国，唔知影呢。讲迄个时阵，我老爸吼，迄队呢，有迄个码头吼，码头遐接迄个所谓，什么投回祖国的怀抱吼。迄阵啊，迄码头遐接遐兵啊，看来到底吼，哇，拢倒单啊。当然吼，我听咧甲我阿妈讲啊，讲好，哎呀，中国兵啊吼，迄个穿个铁甲兵啦，讲啥呢？好避过卡啦，爱穿草鞋啦，吼、哦，啊个啥呢？个迄落排迄个钉绳鞋啦，个有个排两支枪啦，今日7-9步枪咧战争用的，啊一支呢咧食水分迄个烟枪啊，讲来排两支枪啦，所以阮老爸去码头接了，印象有够歹。这是阮细汉的时吼，建立一个讲我爱中国兵啊。就安尼穿个赤甲兵，就是铁甲兵。但伊看到日本兵的军吼，伊是战败国。慢慢我大汉的时阵吼，我读上中了的时阵，嘿，慢慢做一个比较呢。较原来日本兵的时阵吼，迄阵啊，就是讲麦克萨的时阵，伊拿卖越岛攻击，有可能攻台湾。所以日本呢？为了讲攻台湾的时候，必须要做精锐部队了。所以讲，你中国遐时候，东北遐调两师，会做精锐的关东军啦，来处理咱台湾啦。啊，就等下准备要和美国吃饼，我结果美国了，我都不要你吃饼嘞。
一片总跳过乌克兰话遐，互伊啊两输的关东输的心吼，总英勇无用武之地啦。所以战争结束，我总等等伊。啊，做啊细人啊大呢，先讲，吼、哦，原来就是日本最精锐部队哦，较安尼，迄、那个军容仪容有够遐那好就对啦吼。来，即马迄个日本接收台湾了，开始，伊即个宪法。这部宪法吼，伫中国大陆做出来也袂用的啦，啊去走路，总派过来台湾用啦。这部宪法是中国准备要用的，啊个袂用，总过来台湾用。啊，这部宪法的时阵吼，拄啊无代无志，啊咱在地这所有党外，慢慢为着选举，所以还没参加修宪，慢慢修修改，因着选举就欢喜啊哩啊。啊，其实修的时呢。就变作延长中华民国的合法化，所以无甲蔡英文的时候伊讲讲啊，安那有参加修宪呢？修宪六七届呢？但是迄六七届拢是修免啊选举啦，还是讲啥呢？迄、那个啥物抗战时期吼，吼、哦，迄个总结束啦，拢差袂即类吼，毋是修宪把台湾配合纳入。中华民国的版图呢？啊，伊若无管理，啊，所以若无修这個，所以今仔日说咱台湾片哦，无一个文件是中华民国的，啊，若无一个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，我这就闲的哈。啊，所以这部宪法，摕过来台湾用的时阵，哦，那用个爽感嘛。英国来时的各位年纪较侪也知影哈。伫个1947年，咱四五年的战败啊，因。迄、那、落、個、来接收了，你也用当外时间了了，就发生二八的事件。为什么呢？因过来时，唔是讲从因头讲我讲好，你讲话是讲你日本当初的清朝，你把阮台湾平和，敢夺去来？我即卖心哦，要收回台湾平和，我发动战争，把你日本打败。哦，咱台湾你要讲好，唔当有话讲，啊，计唔是啊。是你本身啦，是中国乱买卖，迄个日本地拍拍到走路，走到重庆，走到秘鲁山顶，今仔日你捡火烧炉啊，你知嘛？是美国顶原子弹把日本这个投降的时阵，恁捡到火烧炉啊？啊，大大的讲啥呢？讲迄个在台湾讲好，过来是啥呢？用這种胜利者的姿态，过来对待咱台湾人。强啦、干啦、杀啦、抢啦，无所不至，全台湾的哟、喔。那如果是干啦个案尔尔，就袂发生迄个二八事件。各位，二八事件其实是二七案，伫1947的是2月27日，咱台北延平南路迄个阿婆啊，伫咧卖粉，哦、喔，结果有一个中国迄技师咧，就姓赵迄啊，哦、喔，因为咱无在现场，唔知啦。到底是底下讲什么？伫牙前个变变，伫拍死迄二七人，而且已经就围一挂人啊。到时的二八时阵吼，哇，迄人愈来愈侪啊！伫即马台北延平南路呀，那愈来愈侪，愈来愈加愈侪啊！好，其中为了讲啊，讲好即批中国啊过来先哦，甲恁抢劫啊，甲强奸啊，什么啊，讲好啊，人心大，讲咧个了，拢直直拢直扑通起来啊！好，为了骑卡拉车啦。因为较早无行动电话，啊啦无 B B 扣啊，所以卡拉车徛咧，啊为拢走诶，为一个北部滴落来，中部安尼滴落来，滴落团落来吼，迄阵个火烧高了啦，你规片安滴落来，为虾米卡呢？咱即摆大汉卡来回想啦，原来哦、喔，伊阮阿妈是甲阮阿姑奶奶讲，阮阿妈都讲，若要阿姑要出去诶时吼，拢叫抹黄脸啦，吼、喔，规个面啦、手啦。拢舌干呢，黄变变，黄生黄生就对了。各位来听有嘛吼？啊，舌干黄生生，卡出去买物件创啥呢？啊，你也毋是整个水水出去吼，歹势，拢遐中国兵啊掠伊就对了。啊，这个是呢，中间啊杀抢，因为中国的精神，各台湾这来家因动作好，因是咧胜利家呢，无所不作，卡造成二八事件。啊，这个。这是当然，全台拢安尼哦，啊，无可能啊！你若算讲高雄无安尼点着，安尼高雄袂爆发嘛？
你讲北部呢？不是全台湾。这个发生的是三月七五，甲沿着来高雄。三月七五，迄二八了是啊，沿着个到五二楼来个高雄。高雄阵啊呢，咱有派五个代表，一个偏教授，偏偏面因老爸啊，迄偏前高吼，人个医生，来一个新书啊，我好价值。去谈判，迄个来用变变啊！所以咱咧偏教授的时阵吼，伊就决心无要做中华民国的官就对了。伊若要做中华民国官吼，就无林良港啦、李登辉啦、什么柯创林志达这些，就无遐份啦。为啥有这个格？所以你对这偏教授吼，伊这人格上吼真正敬佩。伊无像吴伯雄。哎，因爸个人更门四半年呢，啊！你国民党做官做个笑嗨嗨，做个欢喜个，这人的差别伫这个所在呢。所以咱无用中会对偏教授较尊敬，就是有了机会做中国官，伊就袂高见。啊，但是吴伯雄迄咯，迄就成哈巴狗安尼，好有官做个了，安尼做欢喜。袂想到因老爸，袂想到因阿爸是由因国民党是安那斩杀的，袂想也就对啦，吼。来各位吼，这个蒋介石也接管台湾的时吼，发生这二八事件的时吼，赶紧可以台外一个官方的，甲出民间遐学者研究的吼，迄数字吼拢袂合。为什么？进一个有啥呢？有二八事件遮个前辈遐的吼，因个家属唔敢出来领补偿金的。二八有一个补偿基金会哦，我也个唔敢，惊到即阵也个唔敢出来领。另外一条钱无爱马紧，你看外恐怖，你知影无？迄位三更半夜了，明仔载再见呢，连死讯都伫底都唔知影。二八事件是安尼呢，卖讲公开遐变变的对啦。刚才阮高雄车头前迄、那个较早车了一个喷水池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干了老偌济火。对不？公车头，我靠！在乡中做些学生囡啦，规卡车拢厉害。学生囡啦，鸟，卖讲台湾做些律师啦、医生啦，吼、哦，这书子、这书啦，所以书字头的就对啦，如讲地些文字啦，遐书的吼，包括啥呢？哎，干啦一行，迄个书都无了呢，理化书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书吼、哦，那个理化书吼、哦，无了呢，剩那遐书书字白吼，拢了。就两个地球稳住了，对了。所以咱二八事件吼，有一批咱的前辈精英，就变断层。你又去甩个看呢？开始一个白色恐怖，啊，阮的第二阶段啦，阮哈、啊，阮这批的白色恐怖内底，伊有廿几笔的。啊，为啥呢？迄阵啊，阮的就是讲，哦，啊，这批都走路监管啦。阮从细汉就知讲，这批是走路的呢。要未受到国民党教育的时候，我就讲这批走路的啦，吼、哦！哎呦，细汉听时大人讲吼，遐乞食兵啊吼，走落去，慢慢种吼，伊就伫中国大陆去哦，共产党拍走无路，走回家来嘛。因较早有选三个所在要走啦，一个西藏啊，一个海南岛，一个台湾呐、啊。啊，咱台湾较歹运，伊就选着，因为台湾是台湾海峡，叫做天然的屏障，吼、哦。啊！你西藏唔是迄陆上的吼、哦？啊，中国陆军袂歹咧，啊，你到爬去山顶就个拍个走路了，啊，个海南岛了，离这个伤过近啦，所以选择咱台湾，啊，即咱台湾的作歹命运，所以蒋介石来即来遮了，伊对咱台湾提出的白色恐怖，即、這个白色恐怖的时阵吼、哦，你也想，你来挑相机吼，啊，比咱米就赔来滴，吼、哦，各位唔知有即个经验了啊。啊！若要看迄东华车吼，就爱伊安尼，迄、那个古册店吼，伊偷偷买呢。啊，为了买拢有暗号呢。你唔是虽然讲即马册店随便乱买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咧白色恐怖内底，阮一批，因为我第一届是含西面店吼，啊西面店来较知影，因为拢迄个政治上，拢一直咧叛乱吼。阮第一批就是白色恐怖内底，可我第二届。因为伊第二届伊是参加米勒岛事件，啊，我米勒岛事件是哪要抓伊两日啦？为啥我拄啊无在场？因为迄阵我伫迄个德山遐吼，咧开德啊，
来做敌啊吼，小德国甲小南非啊，来抽迄个德米啊，恁知影吼？啊，甲迄个会当插德国的时阵吼，伊咧插干嘛物咧？插干嘛？德贝吼，德贝迄个当迄个，所以阮遐出来的时阵，伫德山遐用做抽德啊工厂啦。所以德米啊，咱就小日本啦。啊，那迄个德啊贝吼，小德国啦。啊，个哩，我种个德贝吼，会当做迄种迄个啥呢？迄个 ice hockey 迄种诶。叫做冰上滚球迄种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手杆嘿吼，较大片的，迄种迄个马吉亚德迄种吼，我着小南非了。啊，怎迄暗吼，我着要赶倒来，因为咧国际迄个人关日嘛，迄阵就车闸，我着要赶倒来。要赶倒来时吼，伫工厂我啊油煞无够啊，啊无够，我叫员工吼去大油，迄只大油吼，咱讲大油着赶一桶啊吼。去油行啊，迄毋是讲像即卖世界拢有加油站呢？尤其增加吼，你着行中央靠一间迄个矿油行就对啦。我着讲迄个员工去搭一趟油回来吼，就耽误足侪时间呐。啊，所以你啊吼，我赶到高雄已经10:45啊，我煞过啊啦。落尾着事件迄个啊吼，煞过我到高雄吼，高雄朋友讲，喂、欸，你唔好去哦，啊是安怎？啊发生代志啊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吼、哦！伊讲，迄、那个什么，迄、那个什么，迄、那个甲讲者形容词就对啦。天大地大代志啊，什么安尼啦？吼、哦！我有安尼吗？啊，到了结果人安怎？估计唔知啊，我拢散去啊。我迄两暝时喏，甲翻点半，我伫周围咧说，等了点半吼，我入去现场要看。点半我车停住，我用行路。暗时啊，已经过日了翻点半，就入去看。吼、哦！就入去要归路啦。迄、那个大东路迄边遐，甲个东山路遐时吼，迄、那个催泪瓦斯吼，一个跌啦。你要想讲九点嘛、十点嘛、十二分点，遐一点钟个催泪水一个跌嘞，我是迷信哦，个咧拍下上个流目屎啦。啊，就无人啊，大家走了了啊。我把迄个现场啊顺了一日了，做了我阁加重开车走吼，隔日就十一啦，十二、十三哇，开始咧抓人啊。开始咧抓人，这美丽都事件哦，所以我老爸个心里头，吼、哦，就走路啊。即马呢，警总就来抓嘛。另外是我讲阿辉子咯，阿辉我伫工厂啊，无唔对，我要倒转来吼，啊，就转来高雄就袂赴啊。啊，你有啥物证明个先咯？讲啊，我迄个时间，我叫一个员工，迄、那个员工叫啥物名？去甲搭一桶油。啊，了后我几点个时较为德山遐？开车倒转来，已经了10:45啊！好，甲关伫遐两日呢，就咧求证啦。求证啦，结果我无在现场，无唔对啊。因为员工未讲白贼话啊，伊咧检票总无透过德山迄边的，要一个站吼、哦。因为讲对啊，啊错某某的，落去出来叫伊什么人去打油安尼。所以我只是讲无在现场，那你爱关两日啦。吓咧，爱关算个了，对，爱关两日，爱出来。所以为了事件，我等于无参加到吼。但个另外一人，我伫内底十二档的时阵，我到尾啊成绩好吼，你看我头个变15啊，因为成绩袂歹，佮加三档来变15嘛。因为伫内底的时阵吼，拄啊即时温呐，1970的时阵吼，1970，即个蒋经国去访问美国。19704月，啊，4月时阵哦，迄阵啊，伫台湾发生一个事件，伫平湾节了啊，我军校同学诶，啊，甲海军陆战队诶，伫苏东溪因咧岸诶遐吼，做诶呢，要抢迄个卫兵诶枪，啊，要伫迄个监狱内底吼，要起义啊，要占迄个台东遐电台就对了，啊，无就讲吼，迄内咧运落歹吼，讲迄个枪一抢来吼，开要。要拍吼、哦，卡弹啊，卡弹吼、哦，拍袂出去啊！爱讲好啊，啊卡弹无用刺刀啦，讲一个刺刀也甲堵吼，新鲜呐，带成个台低台低吼，叽叽叫啦，讲堵堵袂落安尼啦，啊堵开心咯，伊拢内底规拢知影煞要发警铃吼，哇！啊煞因了六个人走路啦，来走路，啊走来时喏，十二了先喏掠到倒来，啊掠到倒来时阵喏，因派两数个人去掠，爱其中一个。无参与迄个、迄个、迄个，哦，这样要刺下警卫啊！吼、
所以迄个判十五当，剩咧五个拢判死刑。迄是1970因以为切白吼发生的啦。然后四月份蒋介石伊伫遐访问，我着伫我迄阵啊是因分配于太原，啊我分配伫国防部这边，因为我讲拢拆开啊。我听这个消息了时哦，赶紧吼，免啊救这五个就对啦。吼、哦，用内底写一轮吼、哦，特别的透过关系，安尼特别送送甲美国吼、哦，要关救这五个人啊，但是救袂到，因为安那呢？因为蒋建国伫四月二日，去予咱的黄文雄甲陈树才吼，因也参加被刺杀啦，引起国际新闻嘛。讲啊，系啊，蒋介石刺无成的时哦，讲这五个保袂掉啊，到处讲保袂掉，因为四月二日的时哦，迄、那个蒋介石，到伊四月二日因咧发生啊，伊马上用红珠笔就批落啊。本来国防部是要把这五个时哦，佮移送过绿岛迄边呀，遐监禁就对啦。吼、哦，这国防部下报佮起来啊。叫个蒋介石红珠笔压起来，还是喏？吼、哦，讲这是啥物重大重啥，爱用迄落枪毙就对了安尼。啊，我想讲吼，巴肚啊，真正那蒋介石无一日蒋介石若无发生这个代志哦，这五个人可能也够报了。所以这就是人个气温。所以讲五月三十，因这五个人拢枪毙啊，包括我一个同学，咱看来有够伤心的吼。啊，所以伫个1970，然后呢，在迄年，特别讲年底以前的时喏，就是咱的平教授，我等下讲迄平平平教授，伊我到安尼样伫咧，迄唔知几十粒目睭咧钢筋内底哦，软筋，伊伫迄个台大温州街吼，台大迄个宿舍区啊，头尾吼，鸡仔头鸡仔尾拢有迄个植物啊咧顾的，三人出入去都拢知影这吼。第二年我拢有选出来呀。啊，平教授迄阵啊，其中个两个学生啊，爱判五当，来国际法学者拢做五百个，写批了蒋介石甲冠军的，不得不伊个放出来，所以才坐一年痛年呀。迄阵啊，关伫青岛当然他们因关伫第一个另外一个所在，啊，阮出来散步拢会拄着，啊，拄着的时吼，阮咧要交谈吼，拢差不多。背两句啊，英文啊，无啊，迄个职业犯人听到就对了。因含拐子会内底哦，有一个职业犯人啊，含拐子会，啊，所以为着无啊，我听有吼，吼，我来写写啊，要问平教授安那，啊，就安尼写写用英文，啊，什么写一遍，啊，就讲一句，那个写第二遍，佮第二句，吼，伊就我就含平教授咧通话时安尼就对了。但平教授放出来了就走去水电，就三暝三日尔，经过。六个地区，国家地区遭到水电了。哦，迄阵我早起的消息了，真欢喜啦。但想讲，啊，你皮教授出的康秀好个，啊，在国外先哦，你身躯也无资料，免哪讲国民党伫今内底惨害咱台湾人。所以我才想讲，安尼好，我做一轮资料给伊。所以我开始呢，用做资料，用较简单的啦，较大无疑我吼。我拜托迄个人是苏东克因共案的，苏东克国会台唔知影要讲起来时间就无够，所以我简单，伊这共案的吼，这姓李的吼，伊王兴义啊，所以名我甲公开。第二阿袂王兴义前，伊的名我拢无公开。这真正是真优秀，伊无甲出卖哦，虽然无揭出去啦。伊个工程队啊，我咧判刑内底有工程啊，伊工程队吼，结果伊甲囥伫底呢。即嘛，来迄个，阮的人权分区啦，就较在阮关的迄个所在建立哦，手拢叫卡遐啦。伊迄个物件，佮带入外口啦，啊，用塑胶袋包起来，啊，无我寄出去啊。啊，即嘛，伊两礼拜了，伊的迄个工厂里个一摆，啊，我问讲较黑咧，讲伊无寄出去，我惊一下，讲海啊无寄出去，讲啊，伊讲带入外口啦。我赶紧讲，啊，你讲迄个恶一摆呢？哦，好个，再无佮出卖啊！吼、哦，啊！你咪料想好啊，既然无成吼，我因为要赶迄个时间，所以我写较简单。我过去安尼，有三个月时间吼，暗时都无困，
啊，日时收集来资料，我就问伊啦，问伊啦，问伊啦，啊，问了我就记起来，我就写。写了是当然有人甲倒下手的，吼、哦，我拢利用时间用出来了。有一日，我知讲这样物件已经出去啊。就是1972年的时候，2月16日，香港有一个新闻天地，迄、那个社长叫做普萨夫。迄、那个新闻天地内底有一个消息啦，美国来的消息，讲即摆伫美国遐吼，甲南美洲已经吼有一轮吼，台湾政治犯的名单有够详细啦。这若无美国 CIA 啊，是美国的迄个大使馆的人用的，无可能遐清楚啦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都暗送，你知影？啊，票据已经出去啊。我利用迄个过年迄个中间的时哦，有出去到美国，所以2月10日顶出来了，我就放心嘛。物件出去，我就唔惊你啊，就对啦。中间物件爱袂出去哦，你就要考虑了。我即马2月了，开始3月。3月时阵哦，发生啥呢？台北有一个联合大楼有无？立达博大楼啊，加啥呢 ？Citibank， 就是迄个花旗银行哦，爆炸案呐、啊！爆炸案开始惊动掠人呢。我阿要对你啊，总为较早出去的政治犯哦，先掠个定啦。所以包括批教授两个学生遐啊，因你管哪样掠？啊，掠问袂出来，因为迄个炸弹都唔常用的啊，迄唔知啥人去爆炸的啊。都问一个案外案呐、啊，就讲嗯，啊，即美国哦，有遐政治犯名单冲啥的时哦，是唔常用啊？其中一个讲在讲迄哦，创某某用的啦、啊，哇系啊！迄阵3月哦，啊，我咧也唔知啊，已经外口讲到我，就咧注意我的行动啊，就对啦。哦，阿宝，我出去袂会冲啥咧注意啊？注意一个月啦，到4月7日吼，迄、那个干嘛讲来叫哦？卡靠思考，卡靠思考，因为种我是红衣工厂嘛，吼、哦，因为我来了西山红衣，啊，甲做迄、那个。迄劳作的吼，我伫分配伫迄个做衫裤的，我内底啊，哎呀，加减啊，穿一挂衫裤哩呐。啊，过迄阵啊，都会划钱吼，拢总金币总无底下包50,000 啦，拢按得做的。啊，个50,000你也帮打，迄阵掠着百外的俘虏的款呐，所以警总哦，迄工资上少嘛，吼八十万的工资啊，所以伊包来还者。所以50,000领的网打拢经过我的手，因为我有一台迄个香肠车嘛。啊，哥另外要做衫裤的吼，我做裤的，吼、哦，拢经过我的迄个彩虹车。迄个波来咧叫啊，叫伊咯，无讲第二句话，卡靠手铐啦，铐手铐是喏。我问干嘛？我讲什么事？讲伊也唔知啦。人家顶管一个命令吼，落即颗，你落先啊叫来卡靠手铐就对啦。我靠！我手铐，迄个时哦，行去一个中央馆警戒区遐吼，伊这边吼三台录音机摆伫遐啦。哇、哦！啊，这到底什么代志？干嘛我也唔知啊？结果一个坐咧吼，三台做个录音，啊，就开始问啊啦。问讲，我都搁剩2年，我出去啊，为什么你才会把这个对国家、对政府？诶，名义微信上损害物件，你甲送出了国外啦？我靠，别个会知啊？对不对？原来外口有人讲到我诶啊！哇、哦，啊，我想既然安尼好，我有看到迄物件出去啊，我就唔惊讲，即、這个物件是唔我诶，讲对，是我用诶。啊用啊，什么人给倒下手诶？为什么什么人呢？我拢一直唔讲啊，因为我知啊，你若讲出来哦，遐人爱搁抓伊关啊，搁抓伊啊，整个卡靠手铐啊，所以我坚持无要讲。所以讲讲，我承认讲这是我。我了问了结果的时吼，阿公你为什么？开个存2年外要用这个代志安尼啦？爱你问个时吼，我也不爱答这啦。结果就送去保安处，保安处即卖对咧，总统府阿边，总统阿边遐吼，有一个破坏大楼，迄地下室遐，即卖送去遐吼，吼来都突然咧，先列右边啦，我简单讲一段啦吼。伊先咧右边就是啥呢？就先来讲，哎呀，啊你个2年外尔就出去啊，对不对？啊你把这交代好清楚，吼、哦、是安怎用的？啊什么给倒下手的？啊为什么给走个美国？吼、哦、啊你人咧坐落，你甲讲出来先吼、哦，马上我代表政府，你出去，吼、哦、这政治解决啦。啊你啊外国该搁
高管吼，我该抓入来。哎，伊若讲了足坦白啦，很好。啊，我来讲吼，我这我用的啦。啊，做什么人吼，我坚持不爱讲啦。啊，我讲了先吼，叫先例啦，啊，即嘛右边啊啦。甲既然两个讲不完，啊用硬啊，你知道？硬吼就是呐，用个夹啦，啊推啦，啊迄个插尖啦，这种小 case 啦。到尾再用坐电椅啦，各位坐电椅吼。迄、那个有人问我讲，啊坐电椅的滋味安那？嗯，啊你要家己试看卖就知呀，嘿，家己电看卖就知呀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无讲袂清楚啊。迄坐电椅的时喏，迄是真正吼无当形容的啦，用话用文字无当形容，迄、那个坐电椅的滋味就对啦。但我简单讲的是讲，上天和咱临时间有的智慧滴的。当伊其他安那，甲你行，我都唔讲的时喏，坐电椅是看你会讲的袂吼。第一个已经坐单线，迄单线的时阵吼，伊怎啊开问哦？问你也是啦，我唔知吼，已经在电啊，你知无？用单线，迄三个后边吼，就底下从个尿出来，厕所间起起出出啦，吼，底下边咧起起出出吼。咦，奇怪啊，我看拢无注意到啊，啊已经咧了，啊用我讲奇怪，啊你讲。看山下边底下，你起厝住，原来已经在电啊啦，我唔知道啦。总派一个来吼，吼、哦、来拨我的电，啊，甲去倒伊家己用着。伊动作我甲真拢爱记掉嘞。原来，那么电力来讲，他妈的有电啦、啊，家你电着哦，安尼啦。哦，我就哎呦，啊，谈到电啊，我阁唔知啊。我想想讲，原来我天生的母女来的二轮吼。较悬啦，叫电阻较悬啦，因为 S 电流嘛，啊 R 电阻啦，所以我可能爱个电流啊，较强的吼，较电的迄条就对啦。啊，我家己唔知啊，所以上天荷兰的啊，好伫遐电，系啊，后壁迄个坐所长哦，就遐透过心脏双线啦，就双线透过心脏要电啦。迄阵我想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双线电的到咧，咱若心脏看袂调，都休克。哦，咱来讲拢煞紧位啊！啊那讲动会过，系啊，个电极算挪死你哦。哎，第一个时阵内底吼，你也想讲，迄咱就先天是智慧吼，当伊相平啊，你坐电力啊，牵双线穿过心脏嘛，迄阵家己咧静静，就马上有迄个上天给咱智慧底下咧迄落啊，对啦。哎、欸，我知啊，伊即马开始吼。上来放电的时阵吼，伫咧迄瞬间呐、啊，所以咱瞬间无同讲万分之秒的瞬间咯、哦。迄、那个电流也未到咱身躯顶的时阵吼，我就马上甲从安尼跳起跳起就对吼，总把只个当白干的呀，也不要有电着啊。其实个电都还未够，啊，我咧想你那阵电也未够吼，你那生气了吼，讲啊要节省，我的电也未该电的，你来跳起。啊！你若讲好无安那呢？等你个电来啊！你若迄个动作哦，凡是煞过头去，吼、哦！你煞过头去，吼、哦！在第一个，迄、那个那就瞬间两年吼，迄、哦、电流在到咱的迄个尾山劈起两年吼，我就表示迄、那个阿边山的相信啦，因为电开落啊，因就相信啦。其实我还袂电着的时吼、哦，就赶紧吼，就从个目睭当白干，哎，即马吼，赶紧电出去吼。就叫一个来啦，就看目睭啦。哎、啊，来用电管啊，我就登电管啦、啊。用下骹我登下骹。因惊者讲，哎呦，真有电着哦。管用迄个水吼、哦，我大概用头壳。你若看电视捌看有无？了掺水有无？代表你清醒啊。好、哦，来用。后壁个起起出出啊啦，你在出啥物货啊啦？我就拔起吼。以后我就经过这段吼、哦，因为迄个检查官叫我写结论啥呢？写结论讲。我都自白了，因为软的也无多，硬的无多，因为咧接触关的时候要一个人性，伊咧问话时候看我后壁跪的拢推甲恶劣，甲我进来是腰骨酸痛，你迄阵那推下伊的吼，啊又内底也无医生啊，啊我出来继续咧抗争啊，所以也无治疗啊，到尾去 X 光较知影咯，迄个撞一个 X 型迄个关，迄个第五节甲第四节咧要转个安尼去啊。啊，种马件接落咱家己吼、哦，要承受的。因为我一个观念，就是讲，咱若阁讲第二个，
迄间斗下手的人吼，伊为着咱，爱搁重新卡到手甲搁定判刑吼，咱绝对袂当安尼做。所以我就是安尼来来，绿岛的人打特别出一个外号叫萨布赖。我的名片内底甲正继续用的是我蔡兆元名，后壁叫萨布赖。迄萨布赖叫日本武士啦，日本武士连去家己七百自杀吼，都袂使搁牺牲着其他的人啦。所以我一生坐落的时阵吼，都有这个萨布赖这个名号，我甲正啊继续甲保留着着。甲正无一个我讲有着啊，因哥第一次了解了无就对啦。哦，这是我顺便讲一点的心吼。我讲第一个，迄个监狱总部遐，搁一段我讲的，各位老板说，因为我加时间的问题。这段我伫美国控九年底下讲的心咯，大咖这太太遐台听了，台湾老板说，听老板说，有这段，因为今仔时间上，我暂时卖讲。迄个是我内容为什么写呢？连迄个监狱总部吼，迄无会无白晒，监狱总部因都开会讨论我迄份就对啦，就叫我的自白啦。我写甲凡的感动，迄阵来时阵啦，感觉这上天给咱智慧呢。冥冥之中的神，你比方电不过一种人，阿哥会当写就连，好个监狱总部的感动。哦，我阵来这人是我迄个，这上天给咱的，迄临时给咱知安怎写的。来教咱安怎写的啦，这足奇怪的对啦吼。所以我正讲，我伫内底时，因为着配合偏教授，把这轮上一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遐，所以呢，以后美着倒事件时哦，较公开审判。内阵有遐那济人，拢伫秘密的秘密审判，啊，互迄落蒋介石管理绿岛，甲管理国防部这大家的人。哦，这是本人吼，做些简单，互各位知影吼。我有这段经过，甲历史了后，佫出来，来参加民进党，对不？参民进党嘛，海外，我佫参加咱台独联盟，就是要为咱台湾打拼，要来主张讲台湾独立的。但这个过程真辛苦，伫咱国内时阵，计若要选举，咱爱支持民进党的，爱支持绿的。出钱阁兼出力，有当要抗争的时阵呢，就阁叫游览车，吼欠长内道，啊叫游览车，啊就阁招人安尼去台北咧抗争，南北二路安尼走，拢为啥？为咱台湾，啊为啥？要哦，民进党较当较大汉，含对抗即个外来迄个野兽呢？代表无疑我讲，民进党细汉咱伫看大汉的时阵吼。即马变个头班牛啊，会头牵牛啊啦！各位，恁无想着讲民进党安尼哦？民进党所有一挂发难的时阵哦，表面上底下含在吵吵吵，私底下就含在一挂遐底下啉红酒啊，迄个表面看。我记着了咧吼，当一个话过来时阵，咱民进党的表现讲安尼，啊恁人咧较少啊。啊！咱来要亚洲人亚输伊啊！哦，这个论调哦，这个一个话就安尼过，拢后面逐条审查，拢后面，我哋人较少啊，啊，主人坑四十亿就过啊。当迄个时阵，有一个瘦肉精啦。咧瘦肉精的时阵吼，都美国政策咱卖管理，但是最起码在讲瘦肉精变一百的时阵，民进党表现是安怎？吼、哦，我。遐贪啊啦！立法院吼，遐困三暝三日啦，表示我为着台湾人的健康，我咧啊到底是大拢食牛呢啊？吼啊表现真好，我为台湾人的健康，伊困三暝三日伫遐，袂用咯。迄落国民党也表格过，表现做个气魄动作，表现拢真好。但是呢，奇怪，一个发生吼，这对咱台湾人即个只，即个两个经济架构。无一人伫个拢是害，林肯表现这种啊！这事我个检讨知影就是安那呢？迄、那个台商、甲咧台湾企业家，拢会找着民进党遐迄落有当那个杀鸡啊！但说了真无可能啊，美国无可能，恁来讲会通个啊？我政策就是安尼。结果咱想讲个是喏，
同款两种迄个，你着即种表现。无你呐，受着种的时候你也讲阿伯多啊，啊因为迄个咱人也较少啊，像咧标冠迄个一个发烧强，你来当讲啊咱人较少啊，吼、哦、啊那是无效啊。啊你老啊是不是呢？个唔是，吼、哦，大家遐贪啊，迄、那个困难万一咧表现了，这里怎呢？咱的民进党的心哦，已经是国民党化、中国化呀。所以慢慢咱长时间都唔知呀。了心啊，就较清醒。哦，原来呢，你把咱改做迄、那个台湾殖民主国的时候，你该改做咱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。啊，出卖伊啊！出卖咱台湾。另外知呢，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拢一直想尽办法。要把台湾配合纳入因的版图内底，来拍摄国际讲咧，美国讲啊，你摕证件出来啊！你所有观众是要证件，你是对渣啊，写你对啊，登记你对渣啊，拢无啊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底哪拢无？因的国土一为东甲西、东西南北内底，你哪无包含咱台湾啊？你中华民国诶，伊宪法内底那是拢无咱台湾啊？哎，做明显的嘛！啊，所以为什么你民进党的时阵哦，你把讲咱的国号叫台湾，啊，等于台湾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啊，笑话讲。所以我那个民进党智慧家在哪里啊？你为了选举那个利啦，你竟然为了咱台湾，你不可能那做。你做你的表现，你民进党角色如何啊？就是阮台湾前途，阮的自民自决，哦，那恁赶紧来迎合伊啊，唔是？你有得选举，立即来行动，把咱党出卖伊，然后再咱今仔又当民政府，所以当民政府是咱的林志坚博士的时阵，咱的秘书长，迄阵偌艰苦呢，因为根据法律了后要告美国的时阵哦，美国政府不是随便让让你告啊，所以来来去去，干那文件来来去去正当呢，遐律师要该接这个件时哦，唔是讲你钱来我就接你啊。唔是中华民国遐律师，迄个三千乌甲白啊，嘛乌甲白个呢啊，要乌白龙君啦。我弟弟呐，为着钱来，我都不管啦。乌我来变甲白，白甲变甲乌啊，迄个不管，所以遐衫就是安尼啊，乌白色个啊。但美国唔是呢，美国必须要看你的荐股创啥个，有最起码平棒平棒啦，五，哎我开接啊。所以咱个美国的时阵，哦。伊咧过赢时，我讲敢足奇怪呢。阮这里受难者，阮老去过伊啊。阮是国民党迫害，阮当初去过是，阮也只能出5万块迄个过的啊。那过也拢无影无加零啊？为什么呢？啊，美国唔知道到底委托律师还是啥，拢无甲咱交代讲是对一人个别性啊。但为什么我当民进党哎奇怪还个性时，我那是真好奇呢？阮是受害者，个别行，你毋是受害者呢？尤其是咱的林博士啊，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被害者呢。伊是啊是六七个人去养羊吞伊，对不对？伊个走到台湾的时候，改变伊的思想，改变了伊的整个温度，连一生要为了台湾的拍拼贡献啊！奇怪，伊毋是中华民国的被害者，应该个别行。所以我破了疑问了后先哦。你个进一步研究，我知个，标的无同啊。南博士的心哦，伊知影通用战争法，知影用人权，用国际法，佮用啥？旧金山合约。阮当初咧个可能唔知七八啦，所以阮的标的无同，所以阮个别行。啊，所以即个别行的时阵哦，迄阵啊偌艰苦呢，一顶6万块的美金呢。所以咱来回想讲，当初民进党开创者。拢用穷的呀，咱台湾的即句穷的吼，足好听的啦，用穷的呀，啊穷穷的倒这数字吼，对不对？甲寄去美国啊，吼，迄第一点啊，啊你也是其中有一个省长吼，我以后较知影，钱无够吼，你穷千两千，毋知穷到偌济啊，用这土地去抵押呢，抵押150万呢，啊欠了几十万，安尼穷穷安尼过，底薪啊，好，我好真甘心啊。当初有钱出钱，啊有力出力，连土地都起地啊！你看这个人，这种人的心思，值得咱去尊敬去敬佩。你看，你为了台湾，伊个土地起地也无要紧啊。所以当初开创的时候，你也想，
要这个法律上，啊无办公室，啊无啥，啊无人，啊无钱，拢是少少的自动倒下的吼，来约来面店啊遐啦，爱面店免钱，食一碗面落啊，我带着底下咧讲讲讲讲安尼，是安尼慢慢起价起来呢。他今日有咱这个场所，靠有咱今日上课，按照美国讲，你要请身份证，啊叫人上课。因为你无上课，拢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，迄、那个毒素拢用真深，你知？啊，虽然讲咱来上一届三日尔，搁加起码搁三日，但最起码各位你有感觉无？虽然几日尔，就胜过伫中华民国读个读几十档个册啊，就对啦。你读几十档迄种废册啦，浪费咱个时间个啦，观念拢唔对啦。啊，住来遮，虽然几日尔。你也当无同款，为无同款，即个讲课咧，即个老师内底，吼、哦，得到无同款的知识，啊，佫会当得到真正的真理。对，台湾是法律的台湾，唔是政治的台湾。政治台湾是因为屋囡仔话用政治解决，今仔要解决台湾要用法律。啊，刚才你无通呢？人讲啊，你若讲你吼。啊！就秀才拄着兵啊！啊，武力就讲袂清啊！你啊，功力不好，啊，搁一法。所以咱当然有这个法甲力甲做伙。咱有这個力到这个法的时吼，人讲力无力吼，寸步难行啦。啊，咱有法甲力的时吼，一定天下啦。所以今咱各美国各家就是，咱有教法力来行。啊，这個、法力呢是人人讲的对啦。目前的介入台湾内底吼，叫做。葵花宝典啦、啊，所以我想各位大家，你若有时间读起个《台湾新论》，吼，《台湾新论》，即马读书的内底拢做基本哦，做基本的诶教材吼。但系精通了时吼，我讲，恁大拢有学位啦。为什么？较早国民党所受迄种，拢个蛋去边啊遐，拢无效哩啊，拢教咱唔对去，都要敢教旧金山合约的。所以大家各位想讲，啊，拢伫看咧中国啊，无看咧美国啊，啊，啊，无看咧加罗，看咧美国啊，歹势。你若唔知啊，美国已经第二击败，各一寡基地拢有咧击败啊。而且即摆伊拢利用暗时啊，就是安尼，无啊，日时足明显的，有咧暗时啊。我顶礼拜吼，伫高雄是拄到一个少年啊啦，啊，少年啊是吼，咧讲吼，我来讲这个美国呐，伊讲我咧讲哦。讲我吼顶礼拜吼，伫小港机场啊，小港机场有要一排拢咧啥咧卖咖啡有无？你卖咖啡简餐呐、啊？那大高雄拢知影，遐个所在你让人看吼，飞机吼起降落啦，吼遐那是一个真活动的一个迄落吼，哦，啊都足侪人遐啉咖啡咧看去，伊讲吼，有看到吼，过来台吼，暗暗。无开电话哦，你讲个飞机无开电话哦，啊个唔是班机啊，迄班机一定要开会弄迄落呀，迄窗啊哪看有啊，乌蛇蛇乌神乌神的啊，讲无电话也起个啦，爱降啦，爱啷飞啦，因讲啊是袂伤过远啦，暗时啊伊无红外光线的吼，迄个乌麻麻啦，但亲身看到，啊迄个军机，就美国军机。拢伫暗时啊，啊，佫无开会，伊感觉奇怪，啊，真正技术了好，迄、那个电话就无开，爱咱起飞，啊，佫较看讲降落时也无火，吼、哦，伊感觉足奇怪就对啦，那迄个无火也咱降落的啦，爱、啊、看迄个毋是班机啊，就军机啦，佫有一条航线，有咱遮夜起来，佮高山吼、哦，透过有一个迄个屏东。一条航线，暗时拢三四点啊。因为咱有一个东心吼，较早坐咧青山港遐做过迄个空军，你知影？迄、那个飞机的声一听有，啥物是克洛皮拉？啥物叫喷射？啥物叫民航机啦？啥物叫军用的飞机啦？伊拢知影。所以吼，就讲迄阵啊，我名，伊拢个另外个叫做团长嘛，团长吼。哦、新的名字较歹叫了，乐乐等啦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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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副委员长哦，乐乐等啊，伊人讲起团长，吼、哦，安尼两句就足简单吼。
伊讲怪讲哦，美军啊拢三更半暝接的航线。个人话呢，有咧去追南迄个台中，台中遐一个机场遐吼，遐拢死啦。啊，迄个加山遐咱看袂到啦，加山遐吼，就是一个华联的机场遐。啊，个一个较恶妙的啦吼，顶顶礼拜，事务局的一个委员吼，来我遐面试了。面试的时吼，我问伊，伊讲吼，奇怪呢，伊最近伫台北吼。暗时啊啦，拢有迄个飞机的声啦，伊讲做好奇啦，讲隔工吼，日时拢敲电话去闽南局问啦，伊讲是啊，最近的时吼，是迄个排队一个航线，拢暗时啊，拢半三更半暝啊，吼安尼啦，闽南局讲无啊，所谓迄个航班，闽南的无迄个三更半暝班机啊，听唔对安尼啦。阿公阿婆拢有听到声咧，伊讲嘿，安尼嘛，阮去查看嘛咧。这个正面上咧，三个半暝就拢也美国军机啦，都无航，都无迄个航机啊，无航班啦、啊，咱的东西嘛做好奇的啊，是不是呢？所以你唔能看这个表面，美国绝对击败，因为中华民国要结束啊，第三次爱撕裂台湾，唔撕裂啊，挂出去啊。吼、哦，伫这所在，啊，所以那西里加南部呢，西里加中华民国那个台南队呢，所以也是在赶出去。所以各位，咱的东西的时吼、哦，我小看时间未来过时间咯，希望几点啊？我那讲无注意看时间咯。好，啊，佫有二十几分钟吼、哦。各位大龙，我就看这表象，看见了美国报价，其实真的几百啊。你若当有只看到美国讲，哎呦，啊，真了看已经是整个局势变，就变动啊。所以讲，国会先吼，恁大有迄个机会来参加民政府哦，这是一个福运啊。我当初伫徛伫这个门外口咧看内底啊，我是受难者，关咧十五档出来，咱就参加我听讲个参加民主运动。伫海外，我来参加台独联盟。这台独联盟是全台人伫海外上较优秀，啊个上较新秘，最近上悬的诶一个团体，就怎样主张咱台湾独立？伊个本部真正肯定美国，但为虾米袂成？因为咱要有宗主国嘛，你变那独立，尤其是就像那个内底规定足清楚的，美国是只占领国。你无美国弹头的心，你什么拢无效嘛？但美国敢砍遐济档，咱所有博士学者教授一大堆，咱都无研究者啊！我问几啊，咱的迄个朋友哦，遐律师的啊，我问讲，恁伫好好研究所有读到这旧金山合约无啊？可能无读到，啊，无怪啊！你要做律师的人，相关这个都无读到啊，无怪一般的人拢唔知啊嘛。所以究竟咱迄个伫即个法律违改内底有违者啦，是相关的，因为咱经过国际签的即个迄落即个合约，所以中华民国应该在讲讲开罗宣言啦、波茨坦宣言啦，而且伟大公共的呢啊，迄落无遵守啊，遵守的真正来签约这那是啊，吹公共迄边是啊，所以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是想讲啊，开罗宣言拢有讲者。嗯，阿公台咧讲中诶啊，迄只讲是1943嘛，阿个战争中诶啊，战后最后诶就是用合约来战争结束，迄阵啊为准嘛，对，1952年是那签旧金山合约嘛，所以即个对不利诶，拢无阿咱知啊，所以为头到尾看不到即阵，所以我讲各位都有迄个机会来参加到民政委讲习。这是大福运，我讲我一生就对啦。要进入台湾会当把咱个拍出国际心吼，目标伫台湾即个只心吼，我都像个坐慢车啦，坐几十档个坐拢未够啦。啊，各位呢，都像个坐特快车啦。吼、哦，恁随坐就两未够啊，比个高铁个较紧。为啥呢？因为你参加到明年个心。足底时间啊！
阮三四十档个拢坐袂到嘛，你知影吼？啊，强度真济啦，所以我有那真感觉讲，哦，咱只新来东西吼，吼，真正有迄个福气甲福运。阮较早受的苦，迄搭遐，恁唔免阁再受，而且阁真简单，咱用必须你讲的，也免叫你夜上夜咸嘛，拢唔免啦。咱家用这条法律个比国老，即个所有来滴看看。老个比这个法律人个美国会当予咱台湾加入国际社会，有虾米人，咱对伊拢无紧。阮书底下那摆秘书长讲的，讲哎，遐迄批啦，迄批思维吼，咱批遐脚步要打较紧的，把迄个名客调的啦。结果伊个论述也经过咱的，出去外口头拢敢抹哦，抹袂通啊啦，啊到尾也变啥呢？嗯，啊，无制造出来，我袂惊用制造诶。到尾咱会有安那呢？那是咱，因为美国是只个占领国，但因个论述我拢进一步。为虾米？因袂是讲美属美占，但是咧国际法内底吼，迄、那个占领不能并吞呐。啊，这点伊就无多惊袂通啊。啊，你哪咧美属啊，变成美国一州吗？所以这批人，各位恁老拄着听着看卖，伊敢做什么？用个300块啦，迄会用钱吗？人家也要骗，结果写啥呢？美国台湾政府，哎、欸，美国台湾政府啊，这顶个看到，美国加州政府要相像啊，迄加州政府那是啊，美国加州政府，好、哦、对不对？啊，你用美国台湾政府，嗯，啊，你说当作台湾是美国一州哦？迄个无可能个代志嘛！啊，所以这批人个心咯、哦，头个歹呀，头个歹呀。本来论述你也知影滴，美国军事政府会卡内底台湾民政府，啊，以后要用啥名称来行出国际呢？当然用台湾的名字嘛。所以未来会加入个台湾政府的名字，但迄是以后，唔是即阵啦。所以呢，犯者足大个错误。所以各位。马建咧，阿个国民党咧配合伊个，即马你个有几啊所在吼？迄、那个清单的迄个户口填本啊，啊加迄个日本时代吼，竟然有甲咱的东兴要请人讲安怎呢？讲吼、哦，你要请这个东兴上哦，你落去请迄个300块较上呢，你落唔好请迄1000块个，哎、欸、奇怪啊！迄连咱请这伊落煞咧甲咱干涉，嗯啊无啊，我们真叫中正人呢啊，讲迄、那个。请个300块较俗安尼啦，各位，中国作者招书过来迄吼，迄蒜头迄较俗啦，吼、哦，啊你若要俗个，就招伊买种就对啦。这足奇怪吼、哦，就即个已经有乌手插入去，所以我讲各位先吼、哦，我只讲中华民国吼、哦，伊很出事啦，就是含啥呢？含咱在野党，尤其大党是民进党。迄顶有种假声关系，你知道？假声咱有听无？无？北京用寄居蟹，啊，寄居蟹你听有吼？诶，寄居蟹，咱就是讲假声，迄寄居蟹咧只金嘛吼，就一个壳，迄个壳唔是本来迄只金嘛诶，迄个金嘛咧伊会大只，啊，迄个壳，迄个壳啦，那得袂掉，伊就去找新的壳。就找较大个壳就对了，所以台湾中华民国甲很出息的在迄种即个家吼，就等于啦，等于寄居蟹迄种生活吼，就夹着寄生啊就对了，伊爱靠伊，伊爱靠伊啦，哦，啊，我为虾米讲这呢？这就是因为我有这个亲身饲着寄生啊，怎样我想着这个问题出来啊？我当然我去年饲两只寄生啊，一只要死呀，吼，啊，为虾米死呢？因为只寄生啊时阵吼。伊安那呢？会走出来，啊！走出来，我头想奇怪，还是要走出来创啥？吼、哦，咱就用水啊，啊，加迄个水果吃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佮规只拉了，所以跳伊啦。啊，即摆我就走伊迄个之后吼，买迄个假绳啊。伊讲，迄要找较大个壳啦，我还是啊，就是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壳袂无够大吼，要找较大个壳，啊，无我拢找就跳伊啊。我惊一个，我管迄只吼，另外迄只，
关个给小王放生啦，啊无两家专教育，啊所以我想一个道理讲，中华民国就是壳，伊无迄个体，也无领土，也无虾米货，迄、那个壳啊，啊这样在亚东会记得吃，就咱台湾人记得吃就对啦，就顶下那呢，顶迄个钱嘛，啊到迄个壳在倒里做，啊得当相依为命啊，啊这个壳系啊，咱这是大呢。但老百姓伫咧大呢，啊！你扛中也袂累啊，啊！变怎？啊！你若无想办法，就对跳伊啊！啊！拄好个怎样？有咱台湾民政府，所以中华民国迄个扛，未来就是爱咱台湾民政府个扛咧，啊！拄好咧会当适合台湾大家做伙共生就对啦。啊！所以我想讲哦，中华民国那无伊，那无咱台湾民政府哦。民进党甲进吼，何去何从，伊拢唔知啦。民进党，由当初民进党创党的时阵吼，伊就甲咱用啥呢？迄、那个党旗就把台湾放到十字路口啦。各位来查民进党的，恁知吼？民进党旗啊，台湾放到十字路口，所以十字路口咧表示无方向，没有方向，何去何从唔知，要走对唔知啊？所以冲动时了，伊就开始了。这些人就讲台湾要有对伊就唔知影啦。啊，开始就讲外危险嘛，迄车来来去去，对不对？外危险，你还东张西望呢。所以台湾的时呢，开始的时候民进党就赶紧困难十字路口。所以这真危险。所以我讲国就对了吼。我个记一个咧，大家稍微知影吼。迄、那个咱台湾好像讲。一群羊啊，羔羊也好，绵羊也好啦。咱一群羊啊吼，什么人咧统治咧？咱顶管起要个牧羊人啊，牧羊人你知嘛吼？你过一群羊啊呀。但牧羊人哦，伊无可能举起锤啊吼，比迄个鸭呀迄落啊。牧羊人是普通哦，找伫树啊卡、树啊边啊对一搭敲卡，啊伊一个迄落迄个锤啊底下害人害人吼。三人过去滚牛啊，就是牧羊狗嘛，牧羊狗啊，吼，恁在电影拢看到嘛？啊，咱台湾即摆牧羊狗什么啊？就马英九啊，即只狗啊，即只牧羊狗吼，你过咱去滚牛啊啦！啊，过去滚牛啊时喏，牧羊人什么人？牧羊人美国啊！啊，美国本来时喏，迄个牧羊人喏，伊在底下挑卡那底下量个量，就看几只。既然牧羊狗那关了好势吼，啊，这牧羊人就免烦恼，就免出家酒嘛。但美国即摆看心哦，哎呦，这只牧羊狗吼，佮咬咱的咬咱啥？咬咱的羊啊嘞？哈，我牧羊人请你只狗啊来过只羊啊，嗯，啊，所以佮咬只羊啊嘞？啊，佮唔是呢？啊，佮想讲要把咱的羊啊吼，诶，卖隔壁庄去呢？要搞咱的羊啊，卖伊呢？哇！这美国当然看在眼内啊，对不对？我告你，看这群羊啊，叫给你教他这群羊啊。嗯，啊，这羊啊是我财产呢，我美国伊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佮想讲要佮偷卖伊，你想？一定啦，因为做牧羊人来讲啦，吼，恁自我感想，我只问恁安尼啦。就等今仔美国，伊看这。讲一个伤过出力的款啦，好来，迄落只牧羊只羊啊，拢咱一片的迄落好作顺良的羊啊就对啦。啊，我知道牧羊狗吼，脚踏个干干叫啦，咱只羊啊滚啊干干叫就对啦。啊，干吧，干干那呢？干干即卖即个牧羊人哦，听到啊呢？我奇怪啊，啊我。我这只牧羊狗，你关起来时阵，啊，现在在迄落在只群羊啊，干干叫啊。所以，迄个牧羊人就是伊就开始会知啊，就起来看，吼、哦，迄个锤在家边啊，来传讲，吼、哦，原来这只牧羊狗吼、哦，就欺负咱只羊啊群啦。你也想，迄个牧羊人出手未？
一定会出手的嘛。所以咱各位，今仔时机拢作适合嘛，就因为人民政府告美国，啊个这只狗啊，你赶你过只羊群的时阵吼，佮糟蹋只羊啊，不但呢，佮想要把只羊啊群要灭掉伊，所以多作适合，时机有够适合的。明年呢是第二个甲午年，我头了讲吼，1894吼，恁来看吼，1894，日本和清朝和清国啦吼，战争啦。明年呢，我这2014，多第二个甲午年，第一个甲午年是日清，第二个甲午年就是明年。什么状况？大家想啊，看时间上三桥四桥桥到遐那拄好，到第二个港澳年，有可能就是咱台湾的问题，爱做一个历史上的解决。第二个港澳年哈，这有够出名哈，好大家算咧哈，算第二个港澳年，拄啊足足明年拄啊120年，好第一个日清，第二个呢？那唔知啊，明年，所以各位呢，大家对咱民政府先要有信心啦。不管你来自何处，不管你是网络看到的，还是朋友介绍的，咱拢不管。今日上条讲，你既然有这个心来啊，就是表示恁有迄个福分来接受这个岛民政府，为未来会当个解救到咱台湾呢。干着台湾政府，甲这部法律，所以呢，法律台湾，咱台湾的法律，各位大家用足清楚。台湾绝对爱用法律来解决。当初咱过美国的时阵呢，美国国务院，因派律师呢，头咧讲哦，讲这政治问题啦，你知吼？讲这政治问题啦，安尼，但到尾法律的心，该讲的心哦，这不是政治问题，这是法律的问题啊！所以咱一心一心拢赢，对咱的法律要对。所以今日呐，个朋友为啥国民爱用政治问题？用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嘛？就是你乌克兰话咧用政治解决啦、啊。但是咧，但唔是用政治问题，所以咱用法律，咱只走法律这条路，才会走出国际出来。所以我个国民。咱在中心，大家报告吼，咱当初伫即几冬内底吼，咱较占强项诶是国防部，美国国防部。阿加那呢，伊三元分立来咧去即法院啊，吼，因即个行政、立法、司法，因拢分开啊，正安独立诶。咱有两个强项，国防部，阿加啥？甲法院。咱诶弱项伫对。咱弱项是国务院，啊个国会，因为国务院是长时间维持中华民国，拢有一定的管道就对啦。你知吼？包括国民党用咱台湾人的血汗钱，遐游说叫游说公司啦。咱一家拢付真侪钱伫美国遐咧游说，遐游说是呐。要延长中华民国的生命，所以伊拢台湾人的资源起伫大遐，所以咱基隆民国民国务院比较弱，吼、哦、来，即话虽然较弱呢，突然间呢，你换你来电信咯，还是因安那呢？换你甲讲，这是法律的问题了吼，伫高等法院了做啊，因开始拢放去抗辩权呐。因哦，放弃控辩啦！啊，放弃控辩呢，表示行政机关国务院咱本来弱的，但是法院赢了，伊放弃控辩了先咯。毕竟呢，安、啊、尼你王哥即个只吼，我拢知呀，我来安只你王哥安尼啦，我放弃也就对啦。啊，咱各下第一，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，咱本土台湾人无咱国籍承认的政府；第三，你美国政府是。按照旧金山合约，你是一个占领国，这拢不可否认的呀。
啊，所以呢，国务院一路放弃抗辩，就好了好了。你嘉光阁所讲的拢成立嘛？因表示呢，咱有弱项的部分呢，这方面那个强起来呢。个第四项，咱本来弱项的啦，国会啊，伊国会先哦，老实讲，拢利用咱台湾资金，啊，透过伫美国遐台湾，啊，中国也好啦，因计来选举哦，拢是政治现金啦。吼、哦，安尼总算着咱咧吹伊啦，啊！伫国会内底吼，拢替咱讲，替咱毋是替咱啦，是替中华民国啦。啊，当然讲替咱啦，就替咱台湾讲话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呐，说比如台湾连线，即大家是其实要支持咱台湾，定支持中华民国伊啊嘛。所以咱即个国会内底吼，变成弱项，较弱啦，较弱势啦。啊，所以伫四项内底吼。我来看嘿，啊，咱的强项伊攻袂到呢，所以咱强项就是咱广播诶，有那军事政务以后就是安尼啊。军事政务的时哦，含啥呢？含国务院哦，对美国总统下骹两个系统啊，一个两个系统，伊那占了国，含国务院无代志，啊，占了国就是军事政务。啊，所以咱这方面的广播，咱的强项咱足强诶。啊，所以好，咱保持两个强项。搁第三项把国务院放弃抗辩权，把第三项这弱项，那变强起来呢。啊，搁第四项国会内底，咱本来的弱项，咱党民政府都无得资源嘛，都无通去啊交给遐国会议员啊。歹势哦，但时局的演进甲变化，但有咱法院足强项的时阵哦，比如这立法机关的时阵哦，顶顶个月伫八月二六个时，因有一个研究报告就出来啊。伊安那呢？台湾、中国，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，题目是安尼啦。大家咧强调啥呢？就是因美国过来重申啦、啊，重申那个搁顶讲一摆就对啦。表示以前有讲过啊，啊，但是讲的咱唔知，咱无看到。但咱就看到你讲，我再重申。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拥有台湾的主权。哦，这美国国会正式的重新声明出来先啦，表示咱本来强项的迄个国会先哦，拢无啥咧甲咱讲啥话先哦。最起码因这两国的迄两口罩兄弟啊吼，对咱台湾拢无管理就对啦，无主权啦。主权在哪里？当然美国。你再占领国，啊！以后占领了，台湾何去何从？如果美国军政府入来了，看佫要安怎？所以我今日用拢台湾的前途何去何从？因为下骹拢作势拢讲袂完啦。下骹吼，咱只暂时讲个只讲袂完吼。台湾的前途何去何从？佮总结简单起来，安尼就知影。第一，中华民国要继续延续生命，所以继续要存在。另外呢，民进党伊也要维持生活。啊，那可这个假生啊，无中华民国，伊可能摸中华民国大腿，安尼两个拢双死。所以为就是咱法律的这个岛民政府。啊，各位，今物我靠，尤其是执政者国民党因，甚物讲对外迄边遐，而在咱民进党来愈强势，啊，真有可能就代替中华民国来掌管咱台湾。所以，因为不计手段，给咱中心内底，希望给咱上课时，大家拢爱自我，该对这有信心以外，就爱对边个人无信心的人，爱甲因真心上甲因讲，卖等候你看到，等候你看到袂赴啊。所以，进入中心咧，既然做新闻前啦，爱讲中华民国要走，伊拢无要相信啦。伊讲讲几无久吼，拢无要相信啦。我讲好啦，迄无相信你甲记起来咯。一当有志来拜托你，关伊要清什么情的吼？吼，你著知，伊著知艰苦啊。伊要来拜托你的是，当初你拜托伊来，你要叫来请，伊无要信道理。换人工需要要请大人什么情，换伊翻头来拜托你的时吼，你若讲好好，拢啊放你上下骹啦，拢放咱上下骹。这个是安尼吼。有这个物件，爱有带有宗教一个信用。你唔想，你也看袂到，但你也有眼光。我各位
即来叫我咧信妈祖，恁敢有捌看到妈祖？有无？啊，咱在座即个牧师的信基督，恁敢看到基督耶稣？那是无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为什么恁的信呢？无讲讲看不做，咱的书啊，你家，恁敢看到不做？那是无啊。啊，为什么咱的信呢？得咱有信心，啊，信心来产生力。所以今日陈明正，唔是让你看到，你才来啊。你要有从这个宗教信仰的心，我看不到，但我有这个信心。今仔咱个有一个陈明正有这个形，互你看呢。妈祖耶稣也阁无形，伊即摆做起来形哦。当初因为写出安尼，咱唔知呢。但是拢以后人啊，该做出来，那为啥咱会信呢？全世界是咱会信遐侪基督耶稣的人，为什么要咱当作是信妈祖的？啊，甚至我信太子爷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敢有看到，啊，我那是无看到。但某一种精神，和咱啊会结合。今日陈明正的信哦，和你有看到，咱的精神们搁在遮上课呢。所以外国迄批甲咱讲咱诈骗集团的信哦，我无拄到啦。吼，那拄到吼，我真正吼，这个修养吼，爱可能变啊啦，来还没变啊啦。我被平讲，你为甚讲讲诈骗？你讲出来。这不是用嘴哦，安尼讲，我讲讲过咧。我讲恁顶的是诈骗，最大的金光党就是国民党含恁拢相像。金光党的国民党敢恁骗六十几档，全世界上大金光党的国民党啊。个另外你知影民进党，你有骗老百姓无？有啊，你们在欺骗老百姓感情，搁骗台湾人的钱呢？电台的选举哦，好，啊，咱就去管呢，去管呢，是不是呢？包括卖讲总统啦，甲立委啦、市员啦，咱来管钱呢？为什么安尼？讲咱讲，咱阁无讲啊！啊，咱来希望讲，咱希望迄个咱支持啦，咱对啊！你把迄个法律缩小念念嘛，我支持你，我钱给你，我甲你寄付的钱，希望你会当对嘛？啊，对边啊，替咱台湾做代志嘛？大家较多的时阵呢，我咱就支持总统的心咯。希望你把台湾的国际地位能变更嘛，把咱台湾带出来国际地位内底啦。所以当我甲你寄付钱，啊，你当选到时，咱欢喜，咱讲拍波啊。但即卖是我开无啊，失望啊，啊失望的所在，咱唔知啊，理由在哪里？伊去夹着，美国甲伊讲，你袂使宣布，是袂使宣布安怎？你唔敢讲，老百姓对你有一堆误会滴嘅。今仔咱参观民政府了先吼，我开始让对讲啥呢？对阿扁一个原谅，因为讲台湾问题时阵哦，老实讲，迄种阮是气甲就对啦，对不对？讲咱台湾讲，啊你不用安，你无法度通做，你就点点落啊，你写啦就讲讲，无法度，不可能。啊！什么四不一没有？什么我阁下讲个一大堆啊！但恁即摆才知影讲啊，原来美国伫遐下指导棋嘛，这你袂使讲是，这你袂使做，这你袂使啥话安尼啊？阿扁也袂使讲，这美国讲的啊，还袂使一啦，会夹着。虽然第二代民政府了先吼，较了解这爱同情伊，所以拜登的总统是无把咱台湾带出国际出来，无对美国一条嘞。啊，所以。我有在和秘书长在聊天哦，讲不乖啊，讲我的同情，讲秘书你同款呢，你有一寡话即摆就袂使讲呢，你和别人夹着相像啊，你想要讲就袂使啊，为什么呢？美国后壁指导去，你若讲可能破功，啊你无讲的是心痒痒，这个真艰苦啊，所以咱能体会到秘书长的心情，尤其是哪呢？领导这个团队时哦，先阿姨、拜阿姨啊，所以脚步啊真沉着。伊袂让从阿呢，从阮公公把见啦。啊，阮虽然讲公公把见，我哪爱负责任呢？所以我才有恁名，我的名互恁知影。即个你伫当时伫对才听到我蔡某某讲的。咱公公要负责任，但是呢，咱较无禁忌啊。来，必须得为先哦，心腹动机啦。伊把带咱这个团队的时阵吼，拢袂使失去任何角色哩。所以咱会当体会讲，你也想三更半夜有当美国通电呢？因为安那呢，咱这边安全平日时啊，
我袂当讲啊，你是把安人迄边暗时咧困啊，你真系用 complaint 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伊是拢三更半夜，美国迄边话日时办公时间咧通的。你看暗时啊，来爱通，日时啊，就去面对咱即大家，有当爱上课，啊，你计划啥物个，计划啥个？吼、哦，我讲吼、哦，伊身体也体怕的啦。啊，上天赋予一个任务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今仔爱带咱即群，咱即群的时阵吼、哦。我伫咧，我吼无啊加减啊吼，吼，甲伊耽误一单，即个工课先吼，会当互咱即个团队吼，安尼顺利地进行。因为咱愈拄着要进入执政的时阵吼，咱的问题会愈多，毋是讲咱内部的，有人外人派下咱内底的人，侵服伫咱内底的人。会敢造成一寡无必要的困扰甲问题出来，所以咱既然甲同心，你有心来即来遮接受遮，你把你厝边隔壁周围人，人家讲有嫌疑无，是毋是外的团体派遮来底？我想大家即同心拢爱有一点啊义务，有一点啊力。当初国民党派入去民进党来底。就是冲动的心就拍入去啊！和你该饲大尾，和伫迄个党内底有影响力，甲必要重要关头对因中华民国有问题时呢，这人就会当天公会摄于立变。上面我哥民进党一个选书，讲对中国政策无了解，这个话也讲会出来。今仔日本土的大人就嫌。中华民国无同款啦，国民党无同款的嘛。你爱徛伫刀人这边嘛？啊，你若要含中华民国含中国政策相像哦，100%输。你搞不清楚状况，你知影无？但必要时就是有人这个话出来，同款那些团队啊，好好在无选举，你知影吼、哦？各位吼、哦，但民就伫咧军政府内底一大堆都无选举。都有机会，就是你若接受这个教了时，有机会是派入去内底迄个单位内底，看恁的专长啥，看恁的趣味啥物货。恁家己也无爱入去，派你的子弟，你子弟也受训了后，会当你的亲戚朋友介绍恁家己同心的人，甲咧做遐个另外压迫遐个人，我讲以后因无机会，买了甘蔗吼上头甜的啦。所以个人认识了时，我们老讲各位。有机会来这来，才是大家人福分啦。恁好阿爸，今仔无管外来啊，用什么来恐吓威胁什么我哥，甲你引诱，拢无接受。我今仔日会当一只顶天立地含各位大家做伙，如果坚守几十档内底，我袂当讲这块抓无去来抓迄块，迄个投机主义啊，迄个是墙头草啊，迄看风咧筛船的啊。今仔真难得，咱共同安那呢，替咱台湾写一轮新的历史。这个历史不是咱必须要写尔，咱所有同心来接受这个上课了，拢是共同来写台湾新的历史。恁大拢伫台湾新的历史留名，为虾米？有恁勇敢，有咧志向，敢来参加台湾民政府。所以是革命的先行者啦，你不是革命的先烈者，先烈者拢去啊。所以各位是先行者，所以今日这个时代头前，拢比较是较孤单，人较少。所以伫今日头前的，迄个人足孤单的啦，后壁拢炸一群人啦，拢加一群人。所以今仔日咱的人少，但是咱在咧追求真理。所以每一个人爱珍惜家己，唔通看轻家己。台湾新的历史，就是所有的咱来上课，这三四千个人来这上课的人共同写起来。因为时间的问题吼，啊，所以大家做一个结束，以上互相大家鼓励勉励，多谢各位，各位同心。